其实曾经有份爱，在你做了那么多伤害我的事情之后，那份爱依然存在。可是现在，这个爱情的开关，生命的轨迹因你要关停。小萌，小萌，你吓死我了！我刚刚还在担心你，你去哪儿了？师姐，你别担心我，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去走了走，我没事的。师姐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过来坐。小萌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，可是，师姐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现在，还有什么是我承受不了的？说吧，我扛得住。你把电视台的结果告诉他吧。他早晚是要知道的。台里什么决定啊？暂时停止。别担心，小萌，只是暂时停止，我会帮你争取早日复职的。等这件事情过去，我立刻帮你去跟领导说。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你也应该好好休息一下。没事的，师姐，你就别再为我费心了。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错，我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台里。千万别这么说，小萌，这根本不是你的错。对不起，小萌，没帮上什么忙。这不怪你，一切只怪我自己。小光，帮我送送乔小姐。好的，燕哥。小萌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，好好保护自己。周总，小萌，我会照顾他。见。你满意了吗？我的工作没了，现在连我最后能做的一件事情都被你毁了。你高兴了吗？这不就是这段时间你想报复，最想看到结局吗？这么快你就做到了？周远昭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开心的不知道说什么了？
现在，你还要否认这个事实吗？你这么恨我，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毁掉我？现在你满意了吗？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恨我啊？你是恨我瞒着你帮妈妈转院，还是因为你不想看到我跟别人在一起啊？张院长，你为什么这么狠毒？你为什么这么狠毒？你为什么这么狠毒？我没想到你会怀疑我，我也不想解释。你早点休息吧。有份爱，在做了那么多伤害我的事情之后，那份爱依然存在。懵懂的甜蜜，可是现在，曾经都是我们的共享秘密。这个爱情的开关，生命的轨迹，因你泛起涟漪。曾为你想把一切舍弃，可我该叹息，还是很天意，命运的场地长出的缝隙，将我们的天地冲向破碎之力。我该怎样修建我的回忆，要把对你的爱连同那些有过的开怀统统掩盖，关起对